而在高雄这边，一家面包工厂开工第一天，居然就发生员工被活活夹死的意外事件。这名员工他当时正准备要清洗一个大型的面粉搅拌机，结果机器突然运转了，将他人搅入机器里头。其他人看到赶紧打119求救，但这名员工送医后还是伤重不治。黄姓工人被夹在大型的面粉搅拌机当中，鲜血直流。消防队获报赶到现场，立刻破坏器材把人救出。不过送医之后依然伤重不治。我不知道是他那个没有开启这个，因为我没有宣导要开启这个关键这个动作，可能是他们没有忽略这个动作。26号下午，高雄一家面包工厂春节年后第一天开工，黄姓男子准备清洗机器的时候，搅拌机突然自行转动，把人紧紧夹住。一旁员工立刻打电话报警。那个搅拌机，你看那个搅拌棒很大，我想那个它的转速应该不会很快的。在我们马达是转速不会很快的状况下，它是非常有力的，所以说你搅过去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办法停止的。才刚开工就发生这种憾事，到底是机器故障还是人为疏失？劳工局决定彻查到底，还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。记者吴国珍、李思贤高雄报道。